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九人，已足法定人数。好，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内政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105年5月23日星期一上午9:06至下午20:21，地点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房昭胜委员等14人，列席委员郑天宰委员等30人，请假委员陈义杰委员，列席官员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永德率同所属，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陈美英。主席陈召集委员齐迈，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处理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客家委员会预算冻结项目报告案计9案。本次会议由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永德报告，委员黄昭顺等16人提出综合质询，经经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永德及所属及其答复说明，另由委员洪忠义、徐金问等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客家委员会另以书面答复。决议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请客家委员会仅述以书面答复。三、处理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客家委员会预算冻结项目报告案计9案。决议以上9案均准予动之70%。其已继续冻结，视客家委员会向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行专案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四、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客家委员会预算冻结9案，业经审查完竣，拟具处理报告，提报院会。其他事项，决议附议通过，并由黄召集委员昭顺另定期处理。散会，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的会议的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遗漏？假如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确定。那我来介绍一下列席的官员。我们行政院的秘书长陈美玲，陈秘书长。出席的这张不是这个、啊。对。哎，要不要来啊？啊，我来不来呢？啊？不是啦，有来没来的，我怎么知道有谁呢？你会帮我打个光啊？弄来了吗？啊，股东来无啦？不是嘛？无啦，恁伊像你像秘书长无来，你爱甲我讲啊。好，那个因为行政院这个列席的人员非常多啊、哦，那我就不一一介绍哈、哦，大概几个单位都这个主管都有到啊、哦，那我这些。主管，我宣告一下，法规会、综合业务处，还有这个，这个内政服务处、哦、外交国防法务处、交通环境资源处、财政主计金融处、经济能源农业处、教科文处、消保处、性别平等处、新闻传播处、国土安全办公室、灾防办公室、公共关系处、秘书人员政风主计资讯等处、科技汇报办公室、资通办公室、食安办公室、中部、东部、云嘉南联合服务中心、还有这个另外，我们介绍这个台湾省政府施俊席施政委啊，施主席啊。那还有中选会的刘益洲刘主委啊，那海巡署的李仲威李署长啊，那其他还有这个政务副署长胡义刚副署长啊，龚光宇副署长，还有这个聂主任秘书啊。那另外，行政院主计处、公务预算处的曾焕栋，曾专门委员。好，然后还有只有他没来，其他都到了。好，那我们这次的会议编列行政院
台湾省政府中选会跟海巡署的解冻案，总共有13个案，那我们这个详细的内容请各位这个议程的一个部分请各位参阅我们的议事日程。好，那个还没有登记发言的委员请到前面来登记。好，我们巡网历在第一位巡答结束时我们截止登记。那第一来，接下来我们请行政院陈秘书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安。今天列席贵院的内政委员会系就行政院105年度被冻结的预算提出解冻的专案报告，恳请各位委员能够予以支持解冻，以利业务的推动。依照贵院审议行政院105年度预算案所做的冻结预算的决议，需进行专案报告者共有5案。冻结金额计1,340,003元，另外必须提出书面资料才可以动之者有一案，冻结金额是200万元。现在仅就各冻结案委员所关心的相关议题，并配合新的情势及政策方向，报告如下：第一，冻结项目及拟请解冻之说明。其中第一项是有关全院预算，除了人事费外，冻结1/4，总计1,489,900元的部分。有关冻结的事由，系责成行政院对两岸关系应该要有积极的作为。按520蔡总统就职演说当中已经明确的说明，政府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其他的相关法律来处理两岸的事务。本院为最高的行政机关，一定会恪遵总统的指示来处理两岸的各种事务，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因此，建请贵院能予以解冻这一块的这一个部分的预算。第二项呢，是有关第二目里面的施政及法制业务，冻结了1/4，计309万元部分。其中的委员所关心的第一个是希望能够检讨一人一案长期陪伴政策的执行方式跟它适用的范围。在高雄气爆事件之后，高雄市政府社会局立即的启动了社工的一对一的关怀，来协助伤患就医、就养、复健、就学等需求。这个跟104年6月27日八仙乐园粉尘爆燃事件的一人一案长期陪伴的做法是相同的，也受到了家属的一个肯定。其次，第二个是委员关心有关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委员兼职的这个兼职费支给的方式。那么，为了回应贵院的一个决议，公投的审议委员会的委员兼职费支给方式已经检讨为修正，主任委员跟委员仍维持按月资费8000元及4000元的方式，那都按实际出席的比例去计发。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开会的时候，是不会支领这个兼职费，而且从今年的4月1日就开始实施了。其次，大院在内政委员会的审查公民投票法的修正草案，已经将全国性公民投票的主管机关由本院改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并废除审议委员会。所以未来如果三读通过之后，本院也会配合办理相关后续的事宜。其次，委员关心到了本院书院委员会在104年10月7日作出的书院决定，撤销劳动部对国立成功大学没有为兼任助理纳入劳保开罚的相关行政处分问题。按兼任的助理本质上他是一个学生，跟学校间相属这个学习教育之一环，如果没有完整的配套法制，就任具有牢固关系的全面纳保，将严重影响师生伦理跟校园的学习的环境，而且也会冲击劳保基金的营运。而且劳动部跟教育部呢，事实上在去年的6月才开始订定这一个执行的原则，而没有给予学校有任何缓冲处理的机会，就予以开罚。那这个事情也经过监察院的一个纠正，所以本院书院委员会呢，
是本于我们的委员是本于法学的专业，已经做成了撤销罚锾的处分决定。那么我们的委员也并没有违反了这个回避的一个规范。那么另外呢，本院也已经检讨调整诉愿会的组成，我们会增聘劳工法专长的学者来担任诉愿会的委员，未来也会根据督促劳动部跟教育部来协调推动相关的配套措施，希望能够协助大学能够解决问题以及提高学生安全的一个保障。其次，委员所关心的，希望我们协助原民会跟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能够有足够的员额来推展它的业务。那这一个部分呢，为了落实大院贵院的一个相关的决议呢，以及配合原民会以及这个原文中心组织法的相关的一个修正，事实上员额的部分都已经酌予增加。经统计，从1999年到现在的5年内呢，本院已经核增原民会及原文中心职员预算员额72人，成长的幅度达49%。在其次，另外一项委员所关心的是有关联合服务业务的部分被冻结了1000万元的这个部分。联合服务的业务是编列在南部联合服务中心的新建办公厅设计划，这是一个前年度税出保留的，以及后一个年度为了配合工程的实际施工进度跟契约的规定所编列的一个预算。那么执行率的部分，到了这个去年的年底，事实上它的执行率已经达100%。那么它是一个工程的新建的分年编列预算，所以我们期待委员能够予以解冻，然后我们105年才能够按照这一个工程的进度，让它能够尽速的完工。再其次呢，是委员对于第七目的灾害防救业务冻结的1/4，总共202万9千元的这个部分。委员是责成对于这个大型活动的安全管理必须要有一个机制。那么内政部已经在这个去年核定了这个方案，那么也订定了相关的一个管理要点，界定了这个大型群聚活动的安全管理的适用范围跟安全的管理权责，也作为各县市政府的一个订定自治条例或者自治法规的一个参考的准据。那么事实上地方政府也都已经依照内政部的这个规定配合完成了相关的一个规范。第五项呢是有关第11目，委员冻结了新闻传播业务的1/5的预算，总计有1138万5千万元的部分。在这里特别跟委员报告一下，本院新闻传播业务的主要办理事项，事实上是包括了第一个，政府施政讯息的主动发布，加强跟媒体的联系，促进跟社会大众的一个深度的沟通。第二个呢，是针对当前的施政主轴，创新、就业、分配，达成永续的一个目标，希望能够透过电视、广播、网络媒体以及政府机关的公益文宣资料等通路，用浅显易懂的文字来跟扩大跟社会的一个沟通。第三呢，是希望运用新媒体的沟通管道，加强跟社会各界以及青年族群的一个互动。第四个，加强部会横向的联系与协调，并建立快速沟通的平台。本项业务呢，希望能够予以解冻。那么本院一定会遵节来支应，会在最适当的情况来推动政府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宣导。其次呢，第六项是委员冻结了国土及资通安全业务的200万元的预算。那么有关委员希望能够建置国家级的防恐训练中心跟重大危安应变机制的一个计划，本院已经在105年的3月呢，将这个书面报告送请贵院内政委员会及全体委员参考。以上就是针对各项冻结的项目，那么委员所关心以及希望行政院能够做的相关的事项，跟委员做以上的说明跟报告。那么因为现在已经是在年度中了，
那么我们被冻结的预算超过了四分之一的预算。那么为了让这个业务能够顺利的一个推动，希望能够予以解冻。那么事实上，行政院105年度的预算还是核实的编列，都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预算。因此呢，为了让业务能够顺利推动，为了让这一个施政能够展现它的绩效，那么在此再跟委员请托，希望能够在今天报告之后以及答询之后能够解冻这个预算。那么至于相关的详细的说明，各单位的一个回应的意见如附件，请委员参考。以上报告，谢谢。好，这个谢谢这个陈秘书长。那接下来我们请台湾省政府司主席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首先很感谢各位委员对于台湾省政府相关业务的指导与支持。今天遵照大院议事之安排，就民国105年度预算案所做的决议预算解冻总计两案，就其办理情形简要报告如下，敬请各位委员指教。第一，105年度台湾省政府预算解冻的项目之一，台湾省政府在一般行政中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项目下，编列有国外旅费269000元，全数遭到冻结。那请求解冻说明如下：一，本府自民国68年起至民国89年，共计与美国42个州政府缔结姐妹省州的关系，迄今已达36年。二，自1999年到今年为止，为协助政府进行双方文化、经贸、教育、农业、体育、环保等各项交流，加强姐妹省州之友好实质外交关系，与该州政府及议会领袖会晤，签署双方友好共同声明，并宣慰侨胞，每年均由主席率不同人员出访，出访人员并没有重复性甚高的情况。随行人员的名单请参见文字报告里面的附表一。第三，因近五年来由于出国参访前均做缜密的规划，所以总共有18个团来台互访，提高美国各州政要来台双方交流的意愿，成效良好。近年来来台互访单位及人员请参见附表二。第二，台湾省政府施政业务预算2967万6000元遭冻结四分之一，总计741万9000元一案，说明如下：第一，本府2010年度及2013年度皆曾与乡镇区公所合办各项活动，采分离方式负担部分经费，并没有补助地方政府的情况，也没有政党差别待遇的情形。那140年度开始，改由本府自行办理跨域农特产品观光行销活动，全部军费均由本府负担。二，105年度拟办理各项业务情形。第一，在民政社会业务方面，编列273万6000元，包含办理地方基层芳草人员表扬活动、庆祝台湾光复71周年活动、健全地方自治、提升行政效能研讨会、模范父亲及模范母亲表扬及环保节能研讨会。二，在经建财务业务方面，编列226万1000元，包含办理跨域经济及绩优创新创业企业交流观摩研讨会
及办理地方特色产业、观光旅游活动等。第三，在教文及资料业务方面，编列的金额是2352万2000元，其中办理探索中心人文之旅中小学生参访活动、资料馆营运策略联盟活动、支援各项艺文展演活动、举办本省绩优书院表扬暨全国书院联谊观摩活动、绩优诗社表扬活动、绩优台湾文教教育人员及其他表扬活动、台湾省14县市的百年素人绩优学校表扬活动及其他的省政资料馆屋顶防漏及零星修缮工程。第四，在法规业务方面，编列经费115万7000元，包含办理法治诉讼业务研讨会。鉴于台湾省政府系行政院派出机关，配合中央政策办理各项业务，恳请各位委员支持，并同意相关经费的动支，逼使各项业务能够顺利推展。谢谢各位。好，跟各位委员报告，我们各位桌上有一份，这个各位看一下主席的前面有一份资料，这个是国土及资通安全业务解冻案的书面报告，前面有加个密字，所以请各位委员，提醒各位委员，等一下这一本假如离开座位的话要留在桌上，这个这份资料要等一下 要回收，提醒各位委员注意一下。好，那接下来请中选会刘主委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列席的、各、官员同仁，大家午安、大家早安、今天、我们内政委员会审查这个105年中央政府总预算中央选举所属单位这个审查的这个冻结案在内政委员会当初审查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决议二本会的105年度单位预算第三目地方选举委员会行政业务项下的人员维持费中业务费兼职费经费2862万元冻结1/4，是向贵委员会报告同意后使得动之那谢谢今天主席安排本会报告那个预算冻结案那我们关这由委员会要求的这个报告呢，我们已经在今年的2月25号函送大院那我想现在就这个机会呢，把重点呢向各位做口头的补充第一个是关于各选举委员会及监察小组委员、兼职委员会资给这个合于现行规定做说明我们现行的这个兼职费是依照行权核定的一个标准发给那直辖市选举委员会的委员及监察小组委员呢，是每一个月6000元；县市选举委员会是委员及监察小组委员4500元那这些费用主要呢是在那个县市就直辖市跟县市委员会呢，它每一个委员会大概有9到13位委员那在至于是监察小组呢，我们虽然在选举的时候有3到39人，可是我们平常只有3到5位常兼的那个委员，所以总的来讲，我们的费用的这个数目其实是不大的那各选举委员会委员会的这个职务性质是开会形态为主所以他的这个待遇呢是用军公教人员兼职费及讲座重点费自己规定那我们是按月自己，并且按实际的出席比例来发给。如果没有每月举行会议一次的时候，那不是
可归责于委员的情形呢，那依照行政院人事总处的这个解函释呢，我们还是发给这个兼职费。那另外那个监察小组的这个委员呢，他并不是以开会形态为主啊。啊，监察小组的这个委员他经常保持这个待命的一个状态呢，那有。在选举期间呢，其实他们常常要到户外去执勤哈。那其实我们这些委员有相当多是律师啊，他那个待遇对他的这个自己的收入来讲，其实是微薄，非常的微薄哈。第二个是看一个各选委会委员兼职自己的方式可行性啊，其他的可行自己的方式。第一个我想我们想要说明的是说，我们有一些委员会它并不是每一个月召开委员会啊。那因为在有的时候在那个紧急的情况下，他们可能是用书面征询委员同意后，在下一个月呢下一个月的委员会里面再追认。那最近我们也函请各县市委员会呢尽量每一个月都要召开委员会一次啊。除了有应该讨论决定的事情之外，对于这个中央所颁给的那个各种那个关于事项的说明还有政令啊，都可以在那种机会呢来向委员说明。第二个，我们也认为不宜依照出席的次数按次自己这个支给这个兼职费啊。那在办理中央及地方选举的负责审委员会在负责审议各种选举议案、争议事件处理及行政罚款裁定这些事项哈，那它跟一般的审查会的情形并不相同啊。那如果我们这个按次计酬的话，它有的时候其实它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啊。那情况比较不一啦，所以我们建议还是维持现有的这个支给方式。那现行这个兼职费支给方式的这个合理性啊，我想主要来说我们。关于这个监察小组这个部分啊，我们认为，因为他们在有选举的时候，其实要出勤啊，那在没有选举的时候，他们也经常帮助选委会在协调各个地方关于选举有关的这个争议啊。这是我想简单的一个说明啊。另外，我们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啊，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那个领域啦，那我们基本上在任用的这个过程里面，比较重视他们在法律的这个专业，那另外他们在地方上的这个对各方的这个关系啊，因为他们在地方可能都受到各种尊重，我们的重点在于就是说希望能够在各种争议演变成比较严重之前呢，他们经过协调可以合理的这个解决这些争议，让选举事务可以顺利的这个进行哈。那另外呢，我想再加一点说明的，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7条的规定啊，那各级选委会的委员、监察人员，他们不可以登记为候选人。那另外在选举期间呢，他们也不可以公开。为政党和候选人演讲、署名推荐为候选人宣传站台、亮相造势等等这些活动，那他们的处罚非常的重啊。那我们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严格规范底下，相对于他们受到的接受到的这个待遇来讲其实是在比例上讲起来，其实是我们觉得应该维持现在的这个待遇自己的这个方式了啊。那我们希望在今天这个会中希望在报告之后呢，各位委员会呢的委员，希望能够把我们现在被冻结的预算呢，这来予以解冻，那我们委员会的选务呢，可以顺利的来进行哈。我们简单报告，谢谢各位。好。谢谢刘主委。接下来请海巡署李署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大家早。今天应邀列席贵委员会就本署105年度预算解冻进行报告，深感荣幸。以下请就大院审议。
决议提出专案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导及支持。冻结的项目，大院审议本署105年度的预算决议，冻结7项，需提出21案专案报告，其中海洋巡防总局报告整并为2项7案，合计提出本署主管的有7项16案专案报告。仅就个案办理的情形，向各位委员摘要报告。决议摘要，请参阅附件一；个案解冻专案报告，请详阅附件2至22。办理情形，海岸巡防署部分，依大院所作之3项4案冻结决议，报告如下：海岸及海域巡防业务项下气化管理作业，冻结45万5千元。就海巡人员任用条例草案推动情形提出专案报告。本署89年起，即成立专案小组，研拟海岸巡防人员人事条例草案。鉴于海巡任务的特殊性、预算原额、政府财政以及考试院政策的规范等因素的限制，现阶段推动确有困难。实质组织改造，为完善海巡人力政策与规划，本署于104年12月14日报请行政院同意暂缓推动，行政院在105年1月15日函复同意。在未订定专属人事制度前，将恪遵依大院指导，致力保障各类人员的权益，确保人事调节与运作。海巡暗记雷达系统换装计划冻结了2000万，就海巡的暗记雷达系统建制的停息提出专案报告。现用的雷达系统因为关键零组件的停产以及修复不易等因素，影响整体海域船只目标监控的能力。为提升现有旧式雷达的效能，本署奉行政院核定，在103到106年度办理海巡暗记雷达系统汰换计划，引进新一代的雷达收发机以及雷达操作系统，强化征收能力，扩大海域监控的范围。103、104年度预算的执行率分别为99.94%以及100%，如期如职的达成了建制的目标。105年度单位的预算遭冻结2000万，就下列的2案提出专案的报告。人员间职权的分配、人员的配置以及其任用管理与权利义务的，本署以及所属系那边军职、警察、官务以及一般公务人员4种官制的人员，各类人员之任用以及管理，均依各机关组织法规定的办理，采四轨并行、多元管理的方式来执行。配合行政院组织的改造，未来海岸巡防单机关的组织结构、人力的编配均朝向岸海合一、人力统合运用的目标来规划，使人力资源运用更具有弹性。海域以及海岸巡防情势与执行业务所需的人力、装备与设备的整建案，在海域以及海岸巡防情势方面，为捍卫我们国家的主权、渔权，本署依法采取驱离、扣留、留置调查、没入渔获渔具、罚款以及没入渔船等6大执法手段，强力的取缔越界的中国大陆渔船，持续严密的执行台日、台非海域周边的巡护，依渔汛期或突发状况的需要，适时的调整巡护的频率与密度，定期执行东南沙海域的巡护。另外，南沙太平岛已派驻2艘100吨级的巡防艇，以提升周边海域执法以及人道救援的能力。在人力、装备及设备方面，持续的推动募兵的政策，招募自愿意的人力，配合组织的改造，增加人力运用的弹性，并更续办理各项重要的计划，分年筹补勤务的装备，来强化这个海上岸际勤务执行的能量。在海洋巡防总局的部分，依大院所作之2项12案冻结的决议，整并为2项7案，报告如下：海洋巡防业务冻结了5000万，
决议需提出专案报告计十案，经整并为五案，报告如下：500吨级以上舰艇停航天数过长等案的改善作为，海洋总局，舰艇停航天数过长，主要的原因是大型舰船施作岁大修，主机维修工序的繁耗费时，多数的产品以及组件仰赖进口，隐蔽损坏不易预先知道，海洋总局已采行了每日控管妥善率的状况等的精进作为，以缩短舰艇停航的天数。有关台南舰发生3次严重海损，海洋总局已惩处疏失的人员，持续加强人员的训练等精进的作为，迄今未再有台南舰之严重海损情势的发生。102至104年出国案总计有12案，现在都依照规定传送公务出国报告至这个资讯网上。至于海巡人员勤务未落实，仅就个案报告如下：海巡人员遭大陆渔船闽平渔拐666号强行带走案，严厉测进的作为，要求海巡队落实情前的教育，调拨非致命性的弹药处理突发状况，以及每半年实施一次登检模拟演练等作为。在104年9月9日发生中国艇雾影号于桃园的海岸搁浅，未能及时察觉，在勤务执行上确实有检讨与精进的空间。除了惩处为师的人员外，也加强雷达操作人员职能的训练，要求巡防区执勤官员及雷达作业室应定期实施现地勘查，弹性调整巡逻的方式，或派遣前推人员予以巡查监控，深化执勤人员危机应变的意识等改善的作为。金门海巡队在移船作业的时候，遭大陆的船员趁隙驾船逃逸的这个案子，我们也检讨了执行的疏失，将借护的工作采行2名人力借护1名渔民的方式来编排。以上采取的这些的策进作为，都是为了防止内案再生。台中港海巡基地新建工程地址改良以及建造过渡期间大型舰艇靠泊的配套规划案。台中港海巡基地的新建工程，为了要改良该基地的松软土质，本计划是采用挤压沙桩的工法来进行土地的改良，以及搭配前端码头采栈桥式的设计，强化的耐震力，确保结构的安全。经过行政院的公共工程委员会审议通过，所以台中港原规划配置的大型巡防舰5艘，目前我们也租用了台中港中途堤20号码头靠泊3艘500吨级的巡防舰，而台南舰和苗栗舰，我们用就近就便的方式，暂时移泊到高雄港或台北港。在舰艇平均妥善率逐年降低，应该就舰艇的保险以及保养维修作为提出精进作为这个案子上面，我们经检讨已签订开口合约，运用备份的料件，建立必要备品的机制，新造的舰艇维修需求纳入契约规范，梗续办理长期维修的合约，争取经费购买备用主机等精进作为，来提升舰艇的妥善率。台南舰发生了3次重大的海损以后，我们采取了加强人员的训练以及这个适时的发布技术通报等策进的作为，整体的海损率已经大幅的降低。以相同保险的内容来比较，104年出险率较102年大幅降低199.95%，参与了保险投标的厂商由102年2家增加到105年的5家，显见海损的管控以及舰艇的保险已有显著的成效。在100吨巡防艇这个烧钢事件的检讨案上，为了避免烧钢情形再次的发生，海洋总局邀集了专家学者、船厂代表研商，要求
100吨无腰号艇，实施200小时海上全马力的测试，而烧钢的100吨52号艇，则在英国的主机原厂实施88小时全马力的运转测试。在经过这两个测试以后，均没有发生有异常的状况。那为了求审慎，我们再次的邀集船舶中心以及专家学者以及船厂开会，确认了这一型艇的主机性能是符合契约的要求。截至目前为止，100吨的8艘的新建的这个巡防艇都已经交船服勤，而另外20艘也正在建造中，落实舰机组合作业。为了提升飞行甲板使用的效益，海洋总局积极的协调海军司令部以及内政部的空中勤务总队进行落舰训练，依照巡防舰的吨位由大至小循序来推动。3000吨级的宜兰舰、高雄舰已经在104年6月6日，完成这个落舰的训练。200吨级的新北舰在104年9月也完成了落舰的训练。1000吨级的苗栗舰在今年的4月也在这个台中港附近完成落舰的训练。另外，桃园、台东以及屏东舰定于在今年的6月以及9月来办理落舰训练。我们务求发挥飞行甲板最大的效益。105年度单位预算这个冻结2000万，就以下两案提出专案报告。第一个案子是海洋总局所属的人员禁用的情形。我们逐年来检讨现有的员额，以及提列考试分发需求的员额，已经向行政院请增预算员额509人，现在获得了拨补231人。那因应每日海上勤务所需，海洋总局除将各队的人力暂以最低执勤的人力来配置，同时也调整各舰船岁修的人力来支援正常的服勤。我们耿续会向行政院请增预算的员额，以及增列各类考试职缺分发的人力，以应海上勤务人力的需求。至于海洋保育的财阀、沿近海渔业资源管理以及渔业执法研习训练的整个的改进的情形，在提升海洋保育财阀方面，为了提升财阀率，已经指导各海巡队查处违规捕鱼的案件，应积极的登检，并完成收整这个相关的市政，供主管的机关来裁处。截至到104年12月底，海洋总局函送近沿海违规渔业的总计有141件，其中不予处分的只有7件，也只有5%，较101到103年不予处分的案件减少了10.24%，显见沿近海执法的效能已经有提升。至于沿海渔业资源管理以及渔业执法研习会参训率过低的问题，我们已请各海巡队利用常年训练或其他集会的时机，参考该研习会的讲义教材，每半年自行规划训练的课程。同时，我们也鼓励同仁参与外单位的所办理的相关的训练的课程，相关参训的人员我们都会照册列管。在海岸巡防总局及所属部分，就大院所做的2项5案冻结决议报告如下：海岸巡防业务遭冻结2000万元，就下列的3案提出专案报告。第一案是岸基雷达维保勤务的规划，各地区巡防局经费编列总体检的案，为因应岸基雷达系统的故障可能产生征收的下系，采临近雷达扩大征收的范围，增派前推守望哨，重点时段加强岸基巡逻等勤务的措施，确保海面监控的能量。105年4月30日止，
暗基雷达的妥善率达到 99.72%， 高于目标值 90%， 维护的情况良好。各地区的巡防局编列的一般事务费以及招募的宣传经费，我们依照行政院以及海岸总局相关的规定来核实编列，我们经再审查应该属于是妥适的。第二个案子是港区监视系统维修保养预期修复管控改善的情形案。为了改善预期修复的情形，海岸总局积极的督导以及管控厂商来办理修复。对于重要的渔港或契约妥善率低于 50% 的严重地区，通知厂商加派维修的能量，要求承商利用保养的时机对可能发生的损坏先行实施故障排除，对故障率高的设备进行弱点的分析，研拟维修做法并经验传承。到105年4月底，预期修复率已经由104年8月的 42.8% 降低到 25.1%， 妥善率由原来的 91.5% 提升到 94.5%， 明显的有改善的状况。各项营设的整建工程办理之必要以及迫切性案，海岸总局所属的驻用营区总共有516处，多系国防部移交的老旧营区，结构堪虞，空间也不符驻用的需求。经过统盘的检讨组织调整后，仍有驻用以及改善需求的总计有68处。我们依照个案的急迫性，考量整体新改建的优先顺序，拟定了10年营设整建的规划。我们规划分为3阶段来办理。第一阶段是在105到107年执行，规划办理20处营设的新改建、先期规划或都市计划变更，以确保驻用人员的安全以及改善基层人员驻用的环境。第二项是105年度单位的预算遭冻结2000万元，就下列的2案提出专案报告。第一案是所属人员禁用以及自愿意招募的情形。海岸总局自102年积极推动各项招募的工作，比如说成立专责的招募的单位，运用多元的管道刊播的广告，定期的召开会议检讨成效，比照国防部核发战斗部队勤务的加给以及留营的慰助金，提高招募的诱因等作为。我们秉持人力灵活运用以及弹性配置的原则，我们借优质服务的环境提升人员留营的意愿，以及吸引社会青年投入海巡的行列。截至105年4月底，整体的编线率已经达到 87.87%， 其中自愿意的人力占 61.99%， 招募的成效已有显著的提升。第二是就海洋保育财阀的案件以及近沿海这个渔业资源管理和渔业执法研习训练，为了提升海洋保育案件财阀率，海岸总局将持续利用各种勤教的时机，加强所属人员勤务以及安检相关法令的训练。到105年4月底，除非属海洋资源保育事项而不予处分的案件，以及尚待渔政单位依权责认定各有2件以外，整体的核处率已经提升到 93.85%， 没有证据不足不予核处的案件发生。那近沿海渔业资源管理以及渔业执法研习系由渔业署在办理，每年仅提供海岸总局4个场次，总计100人次来参加讲习。在101到103年，提供海岸总局的参训的员额是300元，那实际我们参训的人数是254元，参训率是84.67%。海岸总局在105年起也自行规划在安检干部的在职训练以及常年训练的时机，针对特定的渔业自办执法的训练，以提升基层渔业违规查缉的职能。结语。本署105年度的预算，本署科正在依照施政的计划审慎督促，全力积极的办理中。前些个案预算解冻，敬请贵委员会的委员能够同意动支，备力各项业务的顺利推展。
最后再次的感谢委员对本署的爱护与指导，以上报告敬请指教，并敬祝各位委员身体健康，平安如意，谢谢。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询答。本会委员发言的时间8+2，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2。截止登记，第一位发言委员发言结束之后，我们截止登记。那我们请第一位的郑天才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各行政院还有各部会的相关的所长，有请陈秘书长。来，秘书长。来。郑委员好。秘书长好。您好。恭喜你，这个又回到行政院哈，而且升官哈，恭喜你。今天我们这个行政院的预算冻结案的一个解冻哈，请教秘书长啊，这个文化有没有这个不同的族群而有不同的，或是比如说客家或是闽南啊，或是汉族啊、原住民族啊，或是国外的相关的这些民族的文化有没有上下或是优劣或是什么这个？有没有什么区分？应该没有区分，只是说是多元呈现。啊，多元哈。对。那宪法当然也明定哈，国家肯定多元文化哈。对。这个是针对在原住民族的部分，特别在宪法来明定哈。但是很遗憾的哈，这个在520的就职大典呢，全国的人都在看。然后全世界的人也都非常关注，啊，偏偏就是有一个时段了，针对这个所谓的台湾之光，啊，紫风车剧团的一个表演了，啊，特别这个司仪啊提到西方的宗教改变了啊，西方的宗教信仰流传到台湾。改变了许多原住民们的粗犷而草莽的习俗，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表达或者是他一个形容，你的意见如何？我想这样的一个表达是需要做一些检讨。这个当然在前天哈，在教育文化委员会，文化部郑丽君部长也为此，虽然不是他主管的，但是基于他是文化部的部长，他认为我们台湾仍然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殖民政权的一个很深的一个观念哈，这个尤其是一般的文化的一个相关的团体啊，他表示道歉哈。那因为哈、啊、这个紫风车剧团，我不认识他了哈，这个我们也没看过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就职大典，在电视的一个报道之中哈，所以让我们原住民族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愤慨哈。那今天呢、啊，我们一样，国家对于原住民族的文化到底有没有重视？今天的预算解冻案是有包括，是有在谈论的，啊，所以也请这个秘书长，因为毕竟这段时间过去，去年或是前年都不是你在主管这个事情哈，也要请这个负责的相关的处，这个一直执政的这些事务官哈，要了解原住民族文化跟客家文化，我们就这两个来做比较。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呢、啊，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预算员额啊。34人的预算员额，客家文化发展中心。那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的预算员额只有24个，
只有24个，而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的面积啊，它是最早成立的，因为很早成立，所以就这个研耳都没有办法成长。那因为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是后来成立的，啊，所以就成长了，一下子就核定很多。哦，像譬如说这个以原住民文化发展中心来讲，它的面积42公顷，它的面积啊远大于客家文化发展中心42公顷。原住民族有16族啊，啊，这个陈秘书长你知道吧？哦，就光在台南你待过吧，那边就很多族，各个族群都有嘛。对。对不对？对，哦，14、16个族群，你看他的歌舞文化，他的传统建筑各方面需要展现出来的语言各方面，哦，然后他还要负责29个馆，29个地方的馆啊，他还要去协助，让他们那个哦那个活化，哦，各方面，所以他的预算研额，事实上立法院在104年 okay, 去年呢，就做了一个决议。就做了决议，是这个今天要谈的预算解冻案了，啊。当时是所以冻结，是因为是针对文化发展中心了，啊。结果你们这边的报告，啊，哦，还去牵扯那个圆明会的，圆明会在103年就核定了，他的预算研额就已经核定了，所以他谈的是104年度的事情了，啊，所以就这才会解决，才会去冻结105年度啊。何况立法院在104年12月1号，啊，做了立法院的院会，做了一个决议，就是希望，啊，文化发展中心的，啊，预算员额要实际要达到34个人了，所以完全没有成长，啊，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请，啊，秘书长哈，啊，能够回去哈，啊，再好好的考量一下这个部分了。第二个哈，啊，那个转型正义啊。因为前天这个，昨天的媒体报道就前天了，啊，特别说这个行政立法的，就是啊你们的一个座谈会，转型正义，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这次不列在这个整个促进转型正义里面，是不是有这回事？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明天下午的司法法制委员会会审查委员的提案。那我们其实也知道，原住民的转型正义一直都是蔡总统的政见，所以未来一定会在这个部分有所琢磨。那为什么会昨天是说，前天晚上是说不要透过处理？我想那个是一个内部的平台沟通的会议，并没有，我们当天并没有做成决议。好，秘书长，你要跟这个院长建议，要跟蔡总统建议。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在要最优先了，是的，要最优先。为什么？这清清楚楚的，啊，非常清楚，不用调查，清清楚楚。尤其是原住民族的土地的部分，根本就不用调查嘛。大清律例啊，清朝就已经定掉了。大清律例怎么说呢？民业界入深番地，视同业道出关塞。民是指清朝的人民呢，啊，就是汉族闽客，清朝的人民越了深番地，他设了一个番界嘛，越了深番越界到深番地，视同出道啊，强盗的道啊，啊，是非常严重的，就像出山海关一样啊，啊，视同出道越关塞，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什么还要等，啊，提升所谓好很好听呢，啊，提升到。这个总统府的真相和解委员会还调查3年以后，这哪是要调查？不用调查，何况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条已经明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条已经明定，要设土地调查委员会啊，20条已经明定了，要设原住民族的土地调查委员会，而且还要成立土地调查委员会啊。当然，像10几年呢，蓝绿执政10几年呢，希望这一次的新政府能够特别重视原住民的转型正义，尤其是原住民族的土地的问题，好不好？好，谢谢委员。好，谢谢。好，谢谢。那个议事人员不要
随便按铃。啊，主席，我们过去的惯例啊，这个要尊重委员发言的时间。哦，那主席才是说请他们下来，我会用其他的方式处理。那不要去用按铃的方式，这个铃声响起，这个很敏感的啊。好，接下来黄昭顺委员来。来，黄昭顺委员来。来，你有没有过去没有带按铃呢？主席，我想请秘书长跟署长哈。好，那个秘书长跟署长来。那个署长跟秘书长这两天应该有看到日本的共同社发了一个新闻稿，而这个新闻稿的内容里面讲到说，5月23号他得到说台湾24日上台的民进党蔡英文政权将在近期内撤回向日本东京都冲之鸟岛海域，他是讲岛的海域专属经济区，就 EEZ 派遣的循环船要回来。好，然后他们提到说，蔡英文政权同一天还表示，撤销冲之鸟不是岛屿，而是岩礁的国民党马英九前政权的主张，在新政权上台后，日台关系即将迈向改善。我想请问哈，因为日本的共同社就如同我们台湾的中央社，是这样吗？对不对？是这样对不对？它的位阶应该是这样，所以日本的共同社发出这样子的一个新闻稿，表示说他们应该跟我们之间有一定程度的默契或者协调。我知道在4月29号，就是日本的首相的弟弟应该有来跟蔡总统有见过面，当然他那个时候的态度就已经不太一样，但是他至少那个时候他还是握着拳头说他一定要坚守护渔的工作。本席现在想请教的就是，请问你们在看到这样子的新闻稿之后，你们对这样的新闻稿你们澄清了没有？澄清了没有？好，报告委员，在23号，总统府方面也有发布了新闻稿。那么昨天这一个，我想我有看到总统府的新闻稿，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岛跟礁，对不对？你们在岛跟礁当中并没有做任何的辩解，而且我很遗憾的看到，我想请海巡署长。我想海巡署大概从4月29号到5月2号，一直到昨天，你们又发了一个新闻稿，而且你们的新闻稿正好配合日本的新闻的共同社的新闻，把我们原来讲的冲之岛礁鸟冲之鸟礁，把它改成冲之鸟公海海域。我不知道为什么做这样的更改。请署长说明。我想这个海巡署是一个执法的单位。我没有讲你不合法，我本席现在讲的是说，你们以前的，我这边都有你们的新闻稿哈，是讲冲之鸟礁护境公海的作业，然后你到昨天日本发出这样子的一个新闻稿出来，而且明确的讲说我们。我想台日关系要改善，这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但是任何的改善、任何的协调、任何的谈判，我们都必须要坚守我们的立场。我举最简单的例子，当时我们要跟台日渔业协定的时候，我们派了多少船到钓鱼台去，我想海巡署都清楚。再来，我们当时要跟台会协定要谈判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多强硬。今天我想请问署长，你为什么把冲之鸟礁改成冲之鸟公海的海域？请你说明。请署长说明。这个有关的、啊、冲之鸟是岛是礁啊，这个争议啊，
其实在这个日本，他在2008年就向联合国提出来的，这个我们很清楚。署长，我现在本席想问的就署长，你为什么要把它岛跟礁要把它改掉？他现在是一个争议的这个海域。那我们署长，你知道？好，我现在请教你哈。岛的要件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就是国际法公约121条规定，岛的条件是什么？必要条件？请你回答。这个适宜人类居住，然后呢？有经济的价值。有经济，然后呢？是自然形成的。什么？自然形成。自然形成的，然后呢？好，所以那礁呢？请你告诉我，那个这个秘书长，你是学法律的，请你告诉我。谢谢委员，不过因为我不是学国际法的，所以我对、这个、你不清楚，对对他的，所以你在行业证验，当他们发出这样的新闻稿，你们是没有意见的。没有，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这一个冲之鸟的国际海域的争议，事实上是存在的。那既然它还是争议的阶段，事实上我们这样的称呼是一个完全中性，所以我想哈，而且没有，我们任何的谈判。绝对不可以牺牲国家的主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移民的利益，我们当时为了钓鱼台事件，我想大家都清楚，署长大概还不知道，那个岛还有一个就是满潮的时候，它的顶部要露出海面。我请问你，冲之鸟礁多大的面积？请你告诉我。两个榻榻米大。啊，会露出海面吗？它这个在高低潮的时候，它会露出海面。我说满潮的时候会露出海面吗？有这样的署长还帮日本辩解。报告。我想署长，署长，你这个还有它适合人居住吗？冲之鸟礁适合人居住吗？是鸟，是礁，是岛。怎么会变鸟呢？对，是礁是岛啊。我想这个由。联合国的岛礁的，如果我们在谈判以前呐、啊，就未谈判以前自我投降，你们再回溯，我们当时钓鱼台，我们的海域，我们派了多少船？那个庄瑞雄委员最清楚。还有台湾海域，我们怎么谈判的？当我们那个船长被扣押的时候，我们多么强硬，才把那两个海域谈下来。今天这是第三个海域，这是第三个。你们说，你们说7月1号以后开始要谈判嘛，对不对？鲍委员，可不可以给我机会讲，解释一下？我想我们现在从5月1号开始去执行这个护渔的任务，到5月19号的兵力跟今天的兵力，在那边护渔的兵力没有改变过，政府的态度也没有改变过。署长，你们没有改变，我们跟你们喝彩，但是我们看到。共同社的新闻讲说，你们即将要撤，而且你们要改变那个位置。我要请教署长，你们会在200里的海域里面去护渔呢？你能不能在这里告诉我们的移民说，只要我海巡署有一天在这里，移民在哪里？不管只要因为这个都还没有决定的事情，你200里海以内的经济海域，我就是渔船可以去作业。你能不能保证护渔是我们海巡署的主要的？你要不要在200里？因为这个是200海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定会，因为岛跟屿就是差在这个200海里的经济，而这个经济现在是有争议的嘛？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争议点上面去大家去争执？对不起，我们实施的效益是不是？当时我们钓鱼台的时候，我们飞那个台湾海域的时候，有多少争议呀、啊？我们的争议比现在还要严重，但是我们拿出我们的态度，我们都明确啊。你们的态度好，那我请问你，我们的护渔好，我请问你，对于日本共同社的新闻稿，你今天能回去能不能跟他更正？你不要发个新闻稿去更正。我们在他的新闻发出来的第一时间，我们就把我们护渔的决心和做法
署长，你从你整个的文字里面，他已经讲说他是日本东京都冲之鸟海域鸟岛，他已经把岛加上去，他自己加上去，结果我们从我们原来的礁退到什么？我们原来的礁退到冲之鸟公海的海域。我请问你，这个公海的海域的范畴是在哪里？其实公海就是除了从署长，你现在承诺我，你今天执行完这个会议结束，你要不要发新闻稿澄清？这是责任呐、啊，这是责任，因为你刚才告诉我说你们绝对不会撤，好，而且一定会在我们的经济海200海里的专属经济海域当中，只要我们的船。那个，假如说委员讲专属经济海域，那不是我们的、啊。那个岛的主权哦，署长，你现在明确的告诉我们的渔民，我们的渔民明确的跟渔民讲，我们的渔民能不能够在那里作业？他们作业的安全，他们能不能在那里作业？可不可以继续在那里作业？可以，肯定的讲。而且他进去作业了以后，他的安全我一定负责，你一定负责。好，那么你现在对日本的他们写的冲之鸟岛海域跟你的冲之鸟公海海域，他们可以把岛加进去，你为什么不能加礁？你为什么不能加礁？实质是不是比较重要一点？啊，我们的实质的利益，我们实质包括从钓鱼台一直到台湾渔业协定，我们那时候多硬啊！你那时候应该也清楚嘛。我看你一点都，你问，你把这个我没有把兵力撤回来，你没有把兵力撤回来是应该的，你把礁改成岛。我想在联合国整个都还没有做裁决以前，我们不战而退，我们不战而退，我觉得这是很丢脸的一件事，而且也是很不应该的一件事。我们国家的主权，难不成我们在谈判过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未战先降吗？这是上权入国的一件事。所以本席要在这里再一次的跟你抗议，因为很清楚的一件事，如果按照联合国国际法的规定，海洋法的公约里面121条里面，从来全世界没有人会讲，只有日本，只有两个榻榻米大的地方，他为什么从2008年一直到今天一直都讲他是岛，我们一直讲他是礁，那个经济海域大家都清楚，结果我们没有谈判，我们就先处理，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本席不能认同，而且跟你们提出严正的抗议。我们如果你们今天不能对日本共同社的新闻做更正的话，我们认为你们是上权入国。我再一次的提出最严正的抗议。我可不可以再把我们的立场宣示一下？好，那个你的立场就是岛跟礁，很清楚嘛。你去跟日本抗议嘛？你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件事嘛。联合国，你连岛跟礁的条件你都还搞不清楚。好，那个时间到了。所以我在这里再一次的严正抗议，我们对主权的谈判绝对不能当缩头乌龟。如果作为一个缩头乌龟的政府，我想台湾的人民一定会提出严正的抗议。好，接下来李俊立委员。那个是不是请那个洪委员来代主持一下？来，来。啊，主席，麻烦请行政院陈秘书长。啊，那个行政院同发言人。来，发言人来。省政府司主席，还有海巡署李署长。好。四位好，我先表达一个态度，要求我们的政府机关去更正别的国家的通讯社的新闻，这是我前所未闻的，这是一个国际笑话。那海巡署你要表达是我们继续护渔维护我们台湾的立场，这个就很清楚了。好，我们今天要讨论预算的解冻，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我的态度。
我向来我在谈预算解冻，我只谈预算解冻，我不会去谈其他政策的问题。那第二个部分是预算解冻，我认为现在我们要预算解冻，最主要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行政院，你们现在刚上任、刚接手，应该放手让你们去做。但是这里面有需要调整的，你们去必须去赶快检讨里面的内容是什么，然后重新提出来。好，这个四位都可以接受吧？可以。好，我们先从秘书长。谢谢委员。好，我们先从秘书长来。好，秘书长，我们今天要谈的行政院的预算的重点，其实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关工审会的部分。其实工审会你刚刚讲的也很清楚了，你们今年的那个 方式也改变了嘛，没有错吧？对。那我们立法院其实在我们审查公投法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个修正，对，未来的公投审议委员会就是废除嘛，是，所以未来不会有这个问题嘛，所以今天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了。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新闻传播业务，我是不是请那个同班人，这个同班人我们认识也超过20年了了，我想请教你几个问题了哈，请教你几个问题，来下一页。其实我们上次冻结的理由是因为行政院的发言室，尤其是行政院对于所谓的媒体哈、新媒体的平台如何经营，莫衷一是了。它包括成立了行政院的官方版网站，成立了脸书，成立了 APP， 然后还有 YouTube， 那行政院开骂了，这个你了不了解这些内容？包括委员，我们有在初步了解这个状况，那包括过去我们同仁的运作，我们都有一些了解。那我想请问班长，你认为过去这些做法它的绩效到底好不好？我想行政院脸书目前大概有将近80000个粉丝，那透过这个平台来行销，目前我觉得还有很大改善的空间，还有改善的空间。对，我们会努力来做。我们往下看，其实我要谈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一笔预算被冻结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达到它的效果。好，行政院的网站是88480人，然后520到今天成长了10000人，520到今天才524，四五天里面成长了10000人，表示说过去做那么久只有70000多啊，差不多高过来脸书差不多呢。好，然后赖清德委员、赖清德市长、陈菊市长、柯文哲市长、郑文灿市长、林佳龙市长、朱立伦市长，他的脸书都比人家更受欢迎啊。所以这个部分来，你是不是能够在这里承诺行政院对于这个部分的经营绝对回去重新检讨，可不可以？我们绝对会来重新检讨，那希望有很大改善的空间。所以上次被冻结的原因就是这个嘛，那现在要求你重新检讨，这个很合理吧？对，我会在这边来承诺来做检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不要预算解冻的主要原因嘛，对不对？谢谢。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重新检讨、没有处理的话，那问题就来了嘛，对不对？所以希望哈、秘书长也好，发言人也好，这个部分要重新检讨。好，那如果重新检讨到底放不放行，我们下午再来讨论。好，来，好，谢谢委员。接下来我要请教秘书长，行政院另外一个被冻结的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有很多依照处务规程所形成的这些办公室啦，或是这些委员会啦，其实有叠床架屋重叠的情形，你了不了解？我了解，了解。总共有7个这种常设性的任务编组。任务编组，其实任务编组我们都同意啦，因为政策的推动一定要有任务编组才有办法推动嘛，对不对？那这个问题就是重复性的，那要不要重新检讨？我们来看一下，来下一页。我们发现你们现在有食安汇报，另外还有食安办公室；你们有消保处，另外还有消保会；你们有性平处，另外还有性平会。你们有科技汇报，另外还有科技办公室。我请教秘书长，这个差别到底在哪里？他办公室的部分现在是有专职的同仁在那边负责这个平常的业务。那汇报的方式，它事实上是一个开会的模式。那么汇报呢，因为会有这个院外的专家学者这些委员。其实汇报的意思就是只是开会嘛，对，那整合大家的意见开一个会嘛。对，那这个会那现在实际执行这些业务的，他各有各的办公室嘛，对，应该是这样。对，那这个汇报交给这些办公室来办不行吗？汇报由办公室，比如说我现在要开食安汇报。那我由食安办公室去统筹我要怎么开，这样不行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那未来可不可以检讨这个？你们这是两套预算，你们的预算里面也有食安汇报的预算，也有食安办公室的预算，这是上次被冻结的理由。没有，应该汇报就是只有开会时候的这些预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以后这些汇报其实交给相关的办公室，如果有重复的话，
对不对？比如说食安汇报，当然它的范围很广，它是一个跨部会。那其实现在有食安办公室，就食安办公室来统筹行政作业而已嘛，就是这样而已。事实上也是由他们来统筹。对呀、啊，但是如果运作上有需要检讨，你们的预算是编两个啦。哦，你们的预算是编两个，所以秘书长，我现在告诉你说、嗯，你们这个通通带回去检讨。好，好、哦，通通带回去检讨，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另外，我们很关心的是下面四个联合服务中心呐、啊。哦，联合服务中心，因为各地方的需求，我们也有这种需求啊。是，但是联合服务中心到底能扮演什么角色？那我现在要求一点哈，联合服务中心可不可以？这些算不算公务员？有的是，有的不是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他的禁用方式不同，但是他的禁用方式不同，但是还是要依照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去处理嘛。對對對對，那当然。那我现在要求，过去一再有的情形就是拿联合中心的预算去做个别特定政党的补助，甚至联合中心的执行长或是副执行长去参与助选的工作，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要求未来的行政院严加督导？因为他们都是公务员，都要依照行政中立法来处理嘛。对，这个、没有错。我在这里要求秘书长要回去交代这四个中心。是、哦、你们要做的工作是服务的工作，不是到处助选的工作，更不能拿联合服务中心的预算去做补贴，去做特定政党的助选，可不可以？赞同、委员的意见。那麻烦要记得哈、哦，这个带回去。好，谢谢。来，接下来、第三个部分是省政府啊，那个秘书长请回座啊、哦，发言人请回座哈、哦，谢谢。来，施主席，我请教哈。其实省政府，我在这里表达我的态度哈。我认为省政府是应该要废掉的一个机关呐。好，但是现在的征修条文，省政府还留在那里，所以大法官解释也解释得非常清楚啊。的，它还是一个宪政机关嘛。哦，我们也没办法。但是这个宪政机关已经不是地方自治团体了嘛？它已经不是自治团体了，它也没有事可做嘛。那省主席，你知不知道这个还被监察院纠正过？知不知道？来，下一页来。监察院说无证可施，惩治议会无事可议，所以是浪费国家公务。所以这个我也要求行政院、哦、你们要重新检讨这个到底有没有处理。那我们立法院要做的是，我们会提出修宪案来处理省政府的态度，对不对？现在这个都不存在了，然后都没有事可办了，结果搞了老半天，你们现在没有什么太多的功能嘛。那省政府今天被冻结两条嘛，对不对？一个是出国费用嘛，是、哦，来，我问一下沈主席，你出国你的名称叫什么？你的职称叫什么？出国的名称叫英文叫 Governor of Taiwan。Governor of Taiwan， 然后你跟台湾总统的区别是什么？我想外国人大概分不太清楚。分不太清楚，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嘛。是，哦，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也请施主席带回去检讨。来，下面哦，我请那个海军署，谢谢。署长、哦新就任、哦、非常辛苦、哦、我请教你、哦、现在海巡署有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海巡署的定位到底在哪里？海巡署本来要并入海洋事务部、哦、那我的了解是过去的海巡署动员老半天，那希望把你们海巡署里面的官都可以升一升，对不对？那现在海洋事务部被我们暂缓嘛，对不对？暂缓嘛，所以海洋事务部跟海巡署的定位到底要怎么样？这个我想署长要想清楚。哦、未来的业务报告我们会请你来报告。是、哦、未来业务报告我先跟你讲我的态度。我的态度，我认为海巡署未来应该做的就是海岸巡防、海岸安全。是，所以海巡署、消防署、警政署、治安处，这些通通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的，或者是成立一个国土安全部，或者是这四个就并入内政部，以下内政部所辖就是这四个署，这是我的态度。但是你们有什么态度，你们到时候提出来，可以吧？可以。好，那你们今天的问题来下面，你们今天的问题最主要被冻结的还是这个部分嘛？你们招募的成效不足嘛？哦，所以请你们下午招募的成效，你们做了哪些努力，做一个说明，可以吧？可以。好，那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哈，今天大家都是新上任。我重要的重点在哪里？原来的预算是前面的政府编的，你们到现在你们还是必须执行，好，这是政府的规定，这是预算法的规定。但是这里面的预算有没有讨论的空间？如果你认为不适当的，你们认为该处理的，或是你们有别的做法的，这个通通必须去处理起来。
那今天的预算解冻是什么意思？今天的预算解冻是让你们有放手去做的空间。然后我希望包括秘书长、包括这个司主席、包括同发言人、包括署长，好，你们通通回去重新检讨你们这些预算到底碰到什么样的障碍，然后未来要朝哪个方向。我必须先讲一句，如果今年年底，今年九月以后的那个会期再审预算，就不是这种态度了。哦，再审预算就不是这么客气的，你们必须有你们预算的处理的方法，你们这样的施政的方向到底在哪里？那内容是什么？必须讲清楚。我们改掉过去这个反正就是照本宣科然后反正应付了事嘛。来，署长，我最后再问你一次，海巡署现在对冲之鸟海域的相关的护渔行动有没有改变？报告委员，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如果政府没有下令的话，你还是坚持护渔到底，对不对？对，这就是你的立场嘛。所以你该讲的应该就是这样而已嘛。对，对不对？好，谢谢。谢谢委员。好，接下来请庄瑞雄委员。主席，我们各位同仁我来请我们行政院秘书长请陈秘书长。我们发言人童振源发言人。发言人童发言人。还有我们海巡署署长。还有我们海巡署署长。必须定。有，好的。昨天呢，我也看到了我们同发言人出来针对这个冲之鸟这样的一个水域，到底我们跟日本谈判的情况是如何？刚刚我也听到了我们黄昭顺委员他的对我们海巡署署长的质询必须另外被签稿了几公，那个水域其实渔民很关心。不是渔民，他也非常关心。到冲之鸟这个水域里面去的，我看差不多都是本席的选区的渔船去比较多了，所以我更想了解。所以书记我来下起来。其实我今天看你的答询了，我开始喜欢你了。这个态度就是要强一点。刚看你，不要看我们那个老大姐黄大顺好像对你有点不开心，那人之常情，很正常。你的前一任署长是谁，你知道吗？对哦，所以难免啦哈，把自己的立场讲好就好了。我想请教的一点就是说，日本的军舰现在有没有在冲之鸟岛鸟岛跟礁那个先不管它，在这个水域里面。日本所主张的200海里，他的军舰现在有没有在200海里里面？没有，没有。什么时候消失的？昨天昨天这个就开始陆陆续续，他们就……所以本席在这边要求，只要日本的军舰没有退出200海里，我们就不能退。可以做得到吗？可以，可以哈。这个原则也是这样子。所以我就知道你这种巧好事，你再讲我清楚啊！要让民众知道啊！我如果是渔民啊，我第一个想知道的就你们谈什么我不管，我只要不进入人家的12海里，在这个200海里里面，我的船渔船可不可以进去捕鱼？书记，安尼跟他讲得可以啊？啊，可以哦！安尼你都讲得好啊，你该要回，或者要回一波，就是可以哦。我们期待啊，我们也期待啊，这个水域里面啊，那个紧张关系可以降低啊。发言人，我看你怎啊，讲甲人听拢无。现在署长这样讲了，你等一下，如果有人问你发言，可以讲得更清楚了吧？好，谢谢委员。就是安尼，你袂用伊咬牙讲，我就替你问。所以啊，我认为啊，这个议题啊，是全国大家都在关心。过去的执政党啊。你看他对中国的时候，他就谈，在谈的时候，他态度啊，他就跟你说要降低风险，大家好好来谈，大家要比较和气一点。为什么会这样？两个政党不一样。中国国民党面对
中国的时候，他态度会比较和缓一点。这不能讲他不对哦，因为他们比较好啊。咱这党，民进党跟人本来就跟无人，跟人无人盖好啊。所以，当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他们可以谈的时候，他干嘛要打仗？你不能讲他不对。可是你当年我们跟现在民进党执政跟日本可以谈的时候，你干嘛要很强硬？啊，不然他个公掉个。我都不认为中国国民党过去的做法一定是错，但是现在可以谈，不要说什么那么厉害了，什么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要这种想法。但重点是我们的渔民的生存，我们可以在公海那个地方很自由的捕鱼的权利不能被剥夺掉，所以我希望啊，能啊，署长啊，这个部分呢、啊，真的要非常非常，很尽责的啊，去做一个维护啊。秘书长，请回啊。书记，我被他签稿了哟。啊，那个发言人也请回。我来给你看一张图哦。就这样，因为在大家谈护渔啊。这个台南舰2000吨嘛，对不对？连续三年这个海损，我们今天预算要解冻了。2011年，我你就搞2000吨，你养弄人的6.5万吨，弄着的你看，咱家己受伤。2012年，金门廖罗湾触底。2013年，东沙搁浅。我把它算一算哦，从2011到2013，拢总912天啊，912天呐、啊。结果我们停航就停航了几天，848天。我来开什么玩笑？一只只船啊，安尼开这只偌济，你敢知？14亿啊！912天，你有办法停航848天？哪里来？我派这只被护鱼，被安那护鱼？那是技术的问题哦，你给他讲一下。这个，我想，我干了一辈子的海军，看到这个状况啊，我也觉得非常遗憾。哎、欸，那不是马路在开，在开车呢，整个海洋又那么大。这个跟我，啊，你有办法什么怎么开就什么？那些912天，上面一定给他停养848天。这个特别跟委员报告，这经过了这三次的海事案件以后啊。海巡署也做一些深切的检讨，也有一些精进的作为。我想未来啊，我们会在这个训练上面，在这个记录上，技术的这个维持上面呢，我们会去再强化。这个海军在海上，这个舰船在海上航行的、啊、国际必碰章程啊，是最重要的一个行动的训练啊，书定那要熟悉就是训练嘛。真的就是要训练。第二个呢，就是要去了解水文的状况。你不该去的地方，你就不要去。嘿，你讲我恁的小兵听，你免躲在讲我听。对，我说嘛，你无钱啊，跟他解冻，你就是无钱啊。恁这条就是要修理船来，对不对？所以你看嘛。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去检讨啊，这个该做的精进的作为，我们会落实的去做，避免这个事情呢、啊、再发生。训练、啊、那这条船。其实我讲呀，委员大概呀，应该是他这个真的是。这架是中邪哦，是向来开这哎，三个船长都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怎么开到这一条船的，全部就会出事啊？一艘船造价14亿，结果900多天，你给他停航了800多天，谁来开？那谁都出问题，训练也要。整个任务的执行规划，这恁家己爱去加强啦。是，啊，那我再来继续来请教啦。是，你要看一下第二张图啊。我看了这一张图以后啊，这个秘书长请上来一下，秘书长要帮忙看一下。我对这个我很不满。你看，我们过去在讲，我们选举人都讲说、啊、怎么苦啊，不能去苦孩子啊，啊，你们这个苦啊，我看这个都在苦基层啊。你去把它看哦。你要看见，苏定台湾的东什么人底下打工的熬夜执勤呢？不会是将官吗？基层吗？那茶器走私偷渡，满级将官吗？对不对？冒着
生死侦防警戒台湾海岸线的，也是这些基层啊。可是你去把它看这个图哦，你们这个岸巡总局今年公布的这个体检的补助表，把它看一下，下面海巡署啊，适用的是国军人员健检的收费标准，就是咱三军呐、啊、总医院的健康的检查收费的标准呢、啊。你看上面那个表格，你们岸巡总局的部分呢、啊，有军职、警职、文职，你看，军职的部分49岁，你个减，你把它降下来了，降到从1838降到1103，少了735。50岁以上的，本来4120，你个降到剩2472，减1648。军阶比较低的都降了，你那个降级体检7758原封不动，并不是说7758很多了，只是说你在砍的时候，你砍底下的，你留这一些将官的，我那底力暗巡呀，我都不服气。署长，你的看法怎么样？我同意，同意哈。看法，我们会必须令合理嘛，对不？那你整个海巡署里面，你有海巡，你有暗巡，结果你把它看，让人家感觉就是我海巡我就高人一等。你看你都没变呢、啊，连海巡的降级的体检哦，嘿，海巡都比别别弄将官哦，都比暗巡还要高。你要讲个道理给我听啊，虽然只是一张表啊，你们要有一个道理啊。你看右边这个文职的地方啊，你去看哦，你一张一张去给他看哦。你49岁以下到，你从1838降到1103呐、啊，减少了735。50岁以上的从4120啊，你把它看一下，降到2472，少了1648。右边的文职，你那个文职哦，你那个正副首长。14000降到10000，减少4000。40岁以上跟这个高危险的，你看这些高危险的，你把它降3500降到2100，减少1400。我唯独中间那个降级的体检的那个，一毛都没有减，甚至连人家人事行政总处，我要叫秘书立凯的是安尼，你们人事行政总处管的文职人员健检补助，肯定马去讲讲。哪有一个单位里面，大家说，那两个北北只因为一个叫岸巡，一个叫海巡，然后整个健检的一个补助会不一样？这谁弄的啊？您在斗争哟。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岸总局来给委员说明一下？来，委员好，我是海岸总局总局长，跟委员报告。之所以这个官兵同仁的健检会，那个编列的额度不一，主要是受了一个所谓的预算整体的一个压缩的一个结果。你讲这我听啊，如何编组的话，什么的预算压缩，两个人在那压缩啊，你为什么不去砍海巡呐、啊？砍人家岸巡呐、啊？那不通不通，必须六年再干的改通。我同意委员的意见，我想这个要重新再做一个检讨，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权都是同样价值的。明天书定你爱不？这个委员，我也向委员保证，我们回去马上就会做全盘的检讨、這個，大家都是一致的。专、這個、业，你有你的专业啊，捍卫国土、保卫渔民的你的专业、啊，还要健检多少人？这个你不懂啊，哦、这你代办。这个，但是大家你如果懂这些，你就不会干署长了，因为那个不是你最要专注的。但是大家公平的这个原则、啊、对，没有当一个大家长就是要讲有这个风范，靠为了你做署长，下底加分暗巡、加分海巡，讲啊，你的减一数啊，啊，你的减一数啊，不通，要改，好不好？是，好，谢谢，谢谢委啊，接下来请洪忠义委员。报告委员会，洪忠义委员发言完以后，我们休息10分钟。好、哦，谢谢。
好，主席，请我们那个省主席，请施主席。主席，那个我想哦，今天我们是针对行政院，还有我们台湾省政府哈、海巡署还有中选会的这个预算解冻哈、那本席哈、先讲一下本席的立场了。我想各位哈、上任才第五天而已哈、所以本席原则上一定是会支持预算的解冻哈、让你们来好好的了解业务哈、那我想哦，在这个部分哈、本席也要强调一下哈、针对台湾省政府哈、本席的原则还是认为说一定要把它废除哈，但是在支持预算的状况底下，也要厘清一下我们这一次整个预算解冻哦，还有未来整个省政府的业务状况。那我想哦，请问一下那个，主席，我们这一次解冻的这个国外旅费，它是269,000嘛？那你可以解释一下，大概是有哪一些人会运用到这个国外旅费吗？我想在过去里面，这是省主席出访其他跟台湾省政府有姐妹州省关系，其中包括美国42个州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姐妹州的一个预算。那以这个金额而言的话，269,000元很可能就是省主席带一名随员。所以本席认为非常少哈，本席认为这个要解冻了，才269,000而已哈。那另外哈，你们在这个市政业务的部分哈，有四分之一是冻结嘛，冻结的7,419,000嘛，对不对？是。那待会本席哈，再回头来跟你讨论你们里面的一些市政业务哈。那另外哈，我们这一次台湾省105年度省政府的总预算是多少？总共的预算加上人员的费用跟业务费用，大概是在1,500,000,000左右。那这1,500,000,000里面，你知道人事费占了多少吗？人事费大概占了1/3的9,500,000+。那为什么会占这么多？因为呢，省政府现在仍有预算员额仍然有56人，现在减为53人，所以这53人是职员的部分。那另外还有20几名是公职人员。那如果洪委员准我做一个说明的话，是就是省政府在民国90年的时候，职员是有502人，到今天105年的时候，他剩下56人，所以表示过去15年他减少了10倍。那如果跟5年前做比较，101年的时候，我们的预算员额呢是96人，那101年到105年这5年之间已经减掉一半了。剩下53，所以确实有按照委员会跟委员您的意愿，在员额上面如果有退休了，他就不补，尽量朝这个整个的人员精简的方向一直在缩减下来。那个主席，那请问一下哈，在103年的时候哈，103年7月的时候，监察院有一份调查报告，这份你有看过吗？这份我没有看过，我请秘书长。那我想哦，这一份的内容哦，本席念了两个重点了、包括刚刚吕君立委员就已经那个秀过一次了哈、第一个重点就是精神后，台湾省政府事实上已无政可施、无功可办，却仍维持数十人之员额编制，以数亿计之预算编列，就有效管理以节省公帑而言，书不可取啦。是，我跟洪委员报告，就是说，由于台湾省政府仍然是一个宪政的机关，然后呢，他要支援一些那个行政院院本部派出的一个机构，跟有一些其他的留存下来的一些少数的一些业务。那最重要，它是有一个省政资料馆。这个省政资料馆呢，是台湾，我想从光复以来很重要的所有的施政的资料是集中在此处。这个部分原来就需要一些员额去。那个主席，我打断一下哦，我继续念这个第二个重点哦。第二个重点哦，它是针对台湾省咨议会它所列出来的哈，它内容是这样写哦：精神后，台湾省政府既无政可施，台湾省咨议会自无事可议。
就是他都不用议事了啊，是，然后却仍然维持数十人之原额编制哈。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来做检讨的哈。是，那那个主席报告一下，省咨议会不是在省政府里面。我知道这个是监察院同一个时间所做出来的调查报告了哈。谢谢。那另外哈，他在这份报告出来的时候，媒体就曾经报道哈，说我们那个台湾省政府我们的职员，包括技工哈，这样子平均起来年薪一个人是120万。那时候是在103年的时候，媒体的报道了。那现在哈，本席又查了你们的预算哈，105年度哈，这个平均年薪算起来还有达到85万了。所以这些人是薪水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对不对？因为省政府的许多的这些公务人员，他们在他的正常的这个程序里面，他的职等，随着他的年资而提升，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薪资情况。那您所说的103年的话，我这里的资料是103年的时候，当时的职员呢就有80几位，现在已经降为53位了。当时的公职人员有43位，现在已经降为26位，都已经在3年来大概减少了40%左右。另外那个，主席是也是在同一个时间哈，103年媒体他也有报道了，他说哈，这个我们台湾省政府编列的加班费是359万，好好，然后他已经跟我们讲说就没有班可以加，没有事可做了啊。是，但是我们在105年，就是今年的预算里面，我们的加班费还有达到279万呢。这个数字你有看到吗？我想刚才的这个李委员也就特别强调了，说下一个会期要重新编一个预算，下年度的预算。在下年度的预算里面，我想我一定会好好的来检讨一下，像这一类已经既然公务没有那么多了，是不是还有公加班费的这一些这么多的金额在里面。那当然我也可以跟洪委员做个说明的，就是台湾省政府应该是有9位委员，那我是兼省政府委员并为主席。那事实上，台湾省政府的9位委员呢，只派了1位委员，就是派我1位，主席，其他8位就完全。那个本席私下了解，你的业务非常多哈，所以你身体也要顾好啊。差不多一天有20-30件，20-30件。我知道，我私下了解你的业务非常多，所以你身体爱狗呢。好，那另外哦，那个我想哦，那个，我们台湾省政府哈，是行政院派出的机关嘛？是。那我想刚刚也有委员有问到哈。我们的那个有4个联合办公室哈，这4个联合办公室是不是也是行政院派出的机关？但是属于行政院而不属于省政府的。我知道，因为哦，本席看过了哈，你们这样子外面还有4个，就是行政院派出来的4个办公室嘛，是他们所管辖以及业务的范围是跟我们现有的台湾省政府是有重复的呢？是不是有重复？是不是？好，那请我们谢谢秘书。跟委员报告一下，那4个联合服务中心目前是院本部的内部常设任务编组的单位，那他负责的业务是协助行政院在地方上的服务的性质的工作，所以跟省府还是有所区隔的。但是省府也是我们行政院派出的机关呢，难道他不用协助我们行政院吗？他是宪法上面的派出机关，所以他是独立的，他就是一个机关。那个我们4个服务中心是我们的内部单位。其实本席今天所要讲的重点就是我想费省的事情已经谈论了那么多年了，那当然我们现在有看到的，我们的省除了精神，那人员的编制、业务的状况也都是越来越少，希望说我们未来费省我们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同意，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洪委员。那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
好，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赖瑞龙委员。我做个宣告，我们中午不休息，好，我们请议事人员准备便当。哎，好，谢谢主席，好，等一下赶快把它结束掉了哈。好，谢谢，请那个陈秘书长。来，秘书长。赖委员好，秘书长好，辛苦了哈。秘书长想请教一下，你之前在行政院待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到台南市政府了，协助赖市长也做得很好了哈。那再回来，这个行政院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想法？担子更重了，担子更重了哈。对，我想大家都是了哈，不止行政府，包括我们担子也很重了。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人民对新政府有很高的期待了哈。那这几天其实我看了一下上任之后有一些包括我看到那个端午节国道夜间收费那个问题哈。后来好像我看一下林权部长好像对这件事林权院长哈、林权院长对这个事情好像有一些些的看法，不知道这个处理的过程上有没有什么样要能够再检讨改进的部分。好，我想一个重大的政策的研拟啦，都应该事前要经过妥善的规划，对，好，跟可能预期的效应配套，这个都要做一个考量。那是不是事实上这一个 case 就是当时候交通部其实他们已经经过了长期的讨论，也有很多的数据来作为依据，而希望能够去采用。那么因为一般碰到这种连续假期的时候的疏运计划，理论上应该在最少一个月前就应该要跟这个民众来做说明。那不过因为我们520才上任，距离端午节时间其实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所以交通部当然在决定的过程，他希望能够赶快把这个这样的一个构想让民众知道。那事实上他也有跟院长贺陈部长也有跟院长做过报告，在宣布之前有先报告，对对对，有跟院长做过报告跟讨论。好，那么所以院长会希望说我们是一个试办的形式。好，如果这样子的认为夜间因为对这个伤亡的情况，就是说肇事率这么高的话，或许我们也可以考量。然后端午节又是大概是这个移动最少的，所有的节日算起来的话，它大概是这个人的移动是量最少的，或许可以试办看看。那我们再做检讨。好，因为我看一下那个林权院长有提到了哈，任何涉及人民收益的事情哈，未来都要审慎处理哈，希望内部多一点讨论了哈。对，看来听院长的语义上面好像也快了一点点了哈。那事实上我个人认为，其实任何一个新政府上来的起手式了哈，不管是部的或院的起手式，我认为都应该更完整一点点啊。那看来这个部分其实如果更经过更充分的讨论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那我也希望因为院的高度了哈，包括秘书长，这也是很院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成员，也希望未来在这一块的沟通上面，我想小英总统也提过了，他期待新政府是一个沟通的政府了哈。那我也希望内部的沟通的部分，因为新政府刚成立啦，确实会一开始会比较没有那么的接的那么顺一点哈，但是希望能够尽快把这个沟通平台给建立起来了哈，让重大的一些政策的部分，最好是各部会间都有了妥善的准备之后，再对未来说明哈，我想会比较好一点了哈。好，那这个部分就是纯粹是给秘书长一个建议了。我想，因为你固定都有很多的会议哈，我想都可以去处理。那再來有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小事情了哈，但是我看了一下。前阵子大家都有在关心这个行政院中华民国行政院的部分哈，这个脸书 FB 的部分了，那因为换了，所以很多人就发现好像整个政策上面做了改变了，包括对学生的那个撤告的部分哈。那其实我也在上去看了一下，我也看到，我不知道秘书长你有没有觉得这里面看起来哪里觉得怪怪的？那个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有一点远，我不太看得清楚那个。好，您指的是哪一部分？其实两个部分哈，其实它里哈，它文字上写哈。感恩会结束，台南赖市长特别陪我看了一下路旁的水沟盖了。那当然他现在是用行政院院长的这个名义了，但现在因为新的院长已经上任了，换成林权部长的相片了。那当然这是旧的资料了，那看起来其实就有点的
怪怪的啦，有点突兀的啦，因为主体的部分现在应该是林院长。对，林院长。那其实我的建议其实是这样啦，但有很多人，比如说总统有他个人的哈，蔡英文总统的脸书，或者是马英九总统脸书，那个我觉得那个都还好。但是如果像行政院这样的脸书，它其实比较属于是政府机关部门的，我比较倾向就是不要让个人的色彩那么重，它可能会比较中心，因为院长有可能会有更动，那更动之后的那个历史资料看起来就会很怪啦。我的意思说，也许可以不一定要放院长的照片，就用院的角度就可以，或者是在描述的语气上面，这当然是幕僚作业很细节的事情，但是也许是从比较中性的角度，不一定要从第一组称那个部分啦，这个给秘书长参考了，很小的一个事情啦。好，谢谢。那再来是我想请教一下秘书长啦，包括那个施主席啦，就是省政府的这一块，不知道你们对这个的看法哈。以前我们对，听施主席，好，谢谢。以前我们对省政府这块，不知道秘书长对还有主席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对主席那个，因为他一年大概要花掉省政府跟省咨议会大概花掉2亿左右了哈。那它的效益跟功能部分，以前大家就很多有一些意见，不知道秘书长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呢？好，我完全支持刚刚李俊毅委员的一个说法，那就是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宪法上的一个派出机关，所以我们必须还是要维持它的存在，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的组织人员的部分尽量的精简，经费的部分尽量，然后最后就是达到把真正的废省。好，我想在原来的政府时代跟现在新政府的时代有很多必须调整的哈，其实很多的部分。那我们在现在如果要政府要更有效率、更有效益的话，那个组织必须要更人要用在刀口上，钱也用在刀口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它也是跨很多的部会的，所以可能也是要麻烦秘书长跟这个要多费心，然后包括院长、副院长这边可能要多费心在整个一些组织上面，但短期间内怎么去让它做到最有效益的应用，但是长期的部分有些人力上面好，还有经费上面怎么样做有效用，这可能要整个全盘去做思考啊。我想这个部分我想我们是认同应该要做一长远的做一个调整的了哈。那个主席有没有特别要提的？我非常了解省政府在现在整个县政里面它的地位跟它的必须存在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原因。那整个在资源的运用上面，我想省政府一定会朝着一个节约，然后顺着这个公务人员的自动退休，那让整个的预算员额能够持续的，而且 significant 的下降。对，我不浪费人民的公帑，不浪费政府的公帑。是，我想两位都是非常优秀的，不管是公务人员或者是学者，都是非常优秀的。我想依你们的，如果在原先民间的角色，或在你们在看待这样，你们也会认为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的哈。那我们希望本于这样的初衷哈，让整个新政府让大家感受到一些耳目一新的做法了哈。但人力上面怎么样在既有的架构下尽速去做一些有效率的一些调整，好吗？谢谢。再来，我想请教一下哈，那个我就请两位请休息，然后请那个署长了好吗？李署长，请海巡署李署长。署长，那个护渔的任务到5月31号是吗？第一这一个阶段我们是在5月31号。当时原来是说一个月了哈，当时说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到的时间是，所以现在已经在准备要撤回来当中了吗？还在持续在海这个那海域，因为到7月份开始才会有台日的协商了哈，这一段时间还会准备出动吗？我们护渔是持续在做的。会持续做，会持续做了哈，随时有需要的话会持续来做了哈。是，所以我想这个部分还是请持续了，任何有需要渔民或者我们相关的国家有需要的时候，还是请务必要立即来协助了哈。是，那再来我想请教一下哈，像现在我们整个我们固定都有一些公海巡护的规划了哈，这个会不会产生一些相关的影响？我们这次出动是宜兰舰跟巡护9号嘛，是不是？会不会产生影响？所谓对我们例行性的一些例行的工作，因为现在这个渔汛期啊，我们整个的这个兵力的运用啊是比较拮据啊，是比较拮据。所以在渔汛期的时候，海巡署当然会协助相关这个工作，会比较拮据一点了、啊、对，好、哦，所以即使后续上面的在整个调度上没有问题嘛，我们一定
勉力来执行。好、哦，我想海巡署一个也是一个重要任务啦，至少目前为止对渔业这一块的也是一个护渔这一块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了哈，还是请持续人协助了哈。那再来是我看了一下你们相关的船舰的部分有三分之一，大概是每年有三分之一是在做相关的一些修护的哈，是维护这个部分，嘿，未来有能够有一些精进改善的一些方案吗？这个我想这个。一个装备啊，它一定要有个定期的维修，才能维持这个装备的妥善。对，所以说每一年它都有定期的要去检修啊，更换一些必要的这个零附件。那每五年它必须要去经过一个大修，因为这个大修完了以后，才会要经过这个验船学会，它才会给这个执照。我知道，但一方面是那修啦，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多增加对，因为包括现在的国建国造哈，也是蔡总统的那个，我也希望多增加这些修护的相关的部分，是尽量在国内啦，特别是高雄这一块造船产业相当的强哈，那这一块的部分相关的一些能够尽量是留在这边，当然有一部分也许是。好、哦，国外需要进来的，但是如果可以的部分，尽量协助、啊、我想不只是国防部委，我想海巡署也有相当多的船舰的部分哈、哦，这个应该要促进地方的一些发展。是，我们也朝这个方向来努力。最后一个，抱歉哈、哦，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都很知道这个海巡署的部分啊，过去很多都是军警人员的任用啊，这也是大家过去以来一直很诟病的。那未来的海洋委员会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部会了、啊、台湾是海洋的国家哈、啊，那海巡署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哈、啊。但是我看你们的人员的整个禁用哈、啊，其实在这两三年的时间，其实还是大量的禁用很多的一些军官啊。那我们知道，在海巡署的组织法22条都有规定哈、啊，军职人员任用不能够逾越编制的三分之二哈、啊，而且要逐年降低。好、哦，那包括在施行八年后，应该以文职人员为主了哈、哦。但是现在看来，这几年102年、103年、104年，好、哦，各都录取了，好、哦、超过将近1000人，都各超过1000人均职了哈、哦。我希望，当然时间短，我希望这部分署长上任之后，能够整个重新来评估了，一样哈、哦，不要只站在本位的思考而已，我希望还是能够站在整个国家制度上面，未来的海洋委员会它应该建立更多是文职专业的文职人员。那另外我也希望渔业的这一块能够思考进来了，让整个海洋委员会甚至未来海洋部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功能。是，这署长扮演一个中间一个承接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好，麻烦，好，谢谢，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接着我们请陈其迈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我想请教一下发言人跟海巡署署长，请同发言人跟李署长。两位好哈，是，委员好。今天大家都在讨论冲之鸟相关的这些争议的、哦、那我跟庄瑞雄委员跟赖瑞龙委员，我们都是在高雄东港、哦、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远洋的这个渔船、哦、那每年。大概4、5月的时候、啊、我们会有一些乡亲，我们的部分的船只到冲之鸟附近海域啊去捕鱼啊。那这个我跟地方的这个渔会啊，或者是说啊相关的这个我们的渔民朋友啊，在聊过，这个已经大概有数10年之久啊，就是在附近的一个海域捕鱼。那4、5月在冲之鸟附近海域，那大概6、7月啊，就这些渔船就跑到菲律宾，因为跟着这个黑潮，跟着相关的这个潮流，它就会往南去移动。所以那当然我们在做海巡署在做护渔的工作，你就必须随着你的任务做一些调整、啊是哦、所以刚刚这个赖瑞龙委员所特别所秀的一张的这一个部分、哦、或是我今天要就教的一个重点、哦、就我有关我们海巡署啊，在整个船舰的一个部署跟整个在有限的资源怎么样做最有效的利用来保护我们的渔民的一个权利，这个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部分了哈。那我还是要先回到做一些相关的一个争议了。我先请教发言人，太平岛哈、这个我国中华民国的一个主张，我们认为有没有主权？我们有没有拥有太平岛的主权？我想有，我们有没有主权？所以说我简单讲，我们是对于太平岛，我们是主权的生索国嘛，对不对？对，没有错。那我们是不是细数太平岛为例的哈？我们是周边太平岛周边这些南海海域主权争议的一个细数国，是不是？我想这应该是的，没有错嘛。好，好，
那冲之鸟，我们有没有声称说我们有没有主权？我们是不是所谓的声索国？对于主权的争议，不管它是礁或者是岛，有没有？我想目前这是一个国际的争议的海域，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岛部分并没有特别去强调这个主权的主张。好，所以对声啊、这个冲之鸟，不管是礁或岛啦，啊，在以你的认知或者以你的了解，世界各国对于冲之鸟到底是属于日本有没有争议？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主张？这确实是有些争议。那日本主权，我现在在讲主权，拥有冲之鸟这一块有没有主权？有没有争议？不是经济海域，我现在在问你主权哦。冲之鸟这一块，我们这块礁或岛，冲之鸟这一块地方，它应该是属于一个国际争议的地方。对，那我再重复我的问题啊。这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经济海域啊、哦，这个我知道有争议嘛，对不 对？但是对于日本拥有冲之鸟的主权，不管它是礁或岛，有没有争议？主权的归属，冲之鸟主权的归属有没有？就我的了解，应该是没有。没有嘛？所以我们跟日本，我们不是主权的声索国嘛，对不对？全世界国际社会对于冲之鸟到底是属于日本，大家没有异议嘛？那我们对什么有异议？因为这个是过去我们渔民的四到五月的传统渔场，我们都在那边捕鱼啊，对不对？所以这几年下来，包括新政府上任，我们对于冲之鸟附近的海域的这个渔权的主张，我们的立场有没有改变？我想我们对于护渔跟这个渔场部分，渔民应该可以进入去捕鱼，这个立场是没有改变的。对啊，所以政府的态度从来没有改变过啊。我们过去对于冲之鸟的渔权的主张，跟现在我们对冲之鸟渔权的主张从来没有变过嘛，对不对？对。哦，好，那渔权假如有争议，啊、哦，日本认为说这个经济海域它要两百海里，这个涉及到它的资源，涉及到它的渔权，这当然是属于经济海域利用的一个范围部分嘛。国际有没有争议？这部分确实有争议哦。那日本在2008年，他曾经向联合国礁城界限委员会提出申请。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呢，那么同意说冲之鸟北边可以延伸这个经济海域，但对南边部分呢，则请日本进一步提供资料，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提供，所以这部分并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好，所以它是有争议的。我现在举几个例子了哈，就是说国际上啊，像我们跟菲律宾，它有一些经济海域，我们是有重叠，所以我们的海巡署到北纬几度线，它有一个暂定执法线，因为我们跟菲律宾的海域有经济海域有重叠嘛。所以大家约定成熟、啊、或者是说大家这个长久以来的一个默契，就是以那条线嘛。所以我们的海巡署的船，就包括说在2013年5月14号，我们的船也是跑到那里，有没有往南跨？没有。马政府的时候有没有往南跨？没有，也没有往南跨嘛。所以到底渔权的归属、啊、以台湾跟菲律宾为例，这个是经过大家长久以来的一个默契嘛，或者是说？经过联合国大陆礁城界限委员会去做判定嘛，我这样讲有没有错？